你真洗吗？那当然啊，一定要跟不洗澡都得臭了呀！你不是每天洗啊？谁特意忙我？我麻烦太快了，平时我都是自己烧水用喷擦。哎，每天洗澡，当兵太幸福了。你差不多行了，我也该去食堂帮厨去了。何小平就这样进入了我们的集体，他以为脱离了那个把他当成累赘、鄙视他的家庭，就可以受到尊重。 他不知道，从他走进这个集体的那一天起，他就成为了这个集体的一个笑话。